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KUP 美咖小编。今天小编不在摄影棚内，而是在马路上。要来做什么呢？就是，素颜山大直击。没错，所以我们要先找一些素颜没有化妆的人来体验哦。Let's go。懵掉啦！最近和我们的素颜霜美咖下下掉，很多网友就说想看看不同肤质的人擦起来是如何，所以今天小编出任务就来直击给大家看喽。素颜的美女呢？哎，我好像看到两个很可爱的女生，我们去问她看看。哦 ，Hello， 不好意思，我们是 MKUP 美咖小编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参加那个素人大突击素颜霜体验活动，所以希望你们可以试试看我们的产品，可以吗？好，他们答应了。好，我们擦素颜霜之前呢，可能要先清洁手部。它可以，它直接拔开，用两只手直接按压，它这是跑出来的地方，直接按压就好，这样吗？这样，对，好聪明，好，对，看到吗？真空包装设计，防止氧化。好，那你看到它是，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？粉红色吗？对，粉红色，因为我们里面有添加玫瑰萃取，所以它擦完之后就会有润色的效果，修饰你的肌肤。对啦，我们的素颜霜是粉红色的哦，因为里面有紫根植物萃取，还有玫瑰水，让你可以同时美白又润色哦。你觉得擦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没有想象中的油，蛮水的，蛮舒服的。好像有比较白耶，有吗？有变白。好，那你们觉得擦完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呢？可以看一下镜子，看起来。皮肤变好了，皮肤变好了，皮肤变好了，变白了，有变白。你们喜欢这个产品吗？还不错，我们直接送给你们，来，直接一面，谢谢。它也是两个压的吗？不是，它是挤的，它是挤的。对，你想玩这个吗？突击成功，耶！没想到第一组就这么顺利啦，这两个人实在太可爱了，擦起来也太有效果了啦。耶，我们成功了一个人，我们赶快去找下一个路人吧。我现在又看到一个女生，她是资深艺人，但是我是资深艺人，不是资深艺人呐、啊，害我还有遇到什么明星呢 ？Hello， 小姐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在，你知道 MKUP 美咖吗？知道，有听过我们？那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就是路人大突击的活动，新的企划就是请你帮我们试用一下我们的素颜霜新产品，希望你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，可以吗？不是化妆品，它算是保养品，很像乳液一样擦在脸上，然后也可以擦在脖子，就是调整你的色差，直接拔，然后它是真空包装，两只手直接按压，就是两只手对，直接按压，有吗？你有看到它是什么颜色吗？白色，有点粉红粉红的感觉，对，粉红粉红的。粉红色是因为我们有添加玫瑰萃取，所以它就可以润色修饰你的肌肤。你觉得擦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呢？蛮湿润的，不会太干。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厚重吗？不会，不会，对不对？它很香，很香。那你擦完之后觉得皮肤状况怎么样呢？感觉有那个 QQ 的 QQ 变白，变白。那跟底妆比的话，你觉得有什么差别？比较好吸收，不会厚重。所以你觉得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喜欢这个产品吗？会。那这条送给你，谢谢。这是送给你了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，耶。我们素颜霜是保养品啊，你看，连学生擦也是很适合哦。在成功找到两组人之后，我们迟迟找不到第三组人啦。你看，谁敢问小编都起笑啊？我已经被好多人打枪了。还有谁啊？好像有一个人。我带你们去，好像可以耶，可以可以。阿姨，阿姨，我们现在有活动，真的。我们现在有素颜霜大突击，阿姨，你们帮我们试一下不？好啊。阿姨，这么烂，我来看一下。好，阿姨，阿姨，那你坐着，阿姨先坐着。坐这里啊。嘿，坐这里。OK。阿姨先。
清洁一下皮肤。我不会用哎、欸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在用化妆。那阿姨帮你用。好。打开。打开。哎、欸，它是按压的。按压。两只手按压。哦，这样。对。哎、哦，它就跑出来。那、啊、这个要做什么？这个要擦在脸上。好。啊、我们小编带你这个、哦、找了一个这么可爱的阿姨啊啊，不是啊，姐姐啦哈、哦，那么赶快来看看姐姐擦起来效果如何吧。哎，你看有没有擦？像这边，有变亮哈、哦，然后这边亮亮的，这边亮亮的。哦，真的太厉害了啦！你们看吼，姐姐一擦上去，整个肤色都提亮了，而且也不会死白哦，超漂亮的啦，水哦。好了。好了，有水吧？水哦。阿姨给你看。有水吧？水。阿姨看看。感觉很清爽。很清爽哦。舒服吗？舒服。凉凉的。皮肤有变亮哦。很有。不会暗暗的啊，味道有香不？香哦，香哦，啊有介意不？有啊，阿姨，啊，这样子的话，直接、啊、上合理，弄什么？这是素颜霜，有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今天的小编出任务后非常的成功，无论是高中生、大学生还是大姐姐，都非常适合我们的素颜霜哦。大家以后如果在路上遇到我们呢、啊，千万不要害羞啦。小编出任务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